哈喽，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今天要来开箱这个鱼饲料，这是孔雀鱼专用的。来，开始。就我之前买有够多的，哦，啊，就几个种白醋鱼哦，什么善玉菌水污染之抑制，什么什么烧有乳酸菌、纳豆菌，搁什么酵母菌，哦，光干那袂输那杯好。进口的哦，不是用爱雇用一挂日，一日一次两回或怎样？哦，什么什么水族、鸟颈水族的，好，过来鱼儿健康怎样？什么烧的，好，甲开开。奇怪，为什么鱼仔料明明在台湾做，拢要拍日本去哦？好，打开，啊，这应该是规个裂掉了，哦，整个拆掉，非常的细目哦，这上油的。好，咱来看卖啊。它的味道，哇！恁个足香的呢，夭壽嘞！哎，香啊，我会惊呢。这应该是内底已经用要上油的啊！哦啊，但是我们不管，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好，还好啦。哦，再吃啊！我夭壽这几站，哦。饼白吃白吃也唔吃，哦，哦，加倒一挂了鸟屎伊也吃，即只爱起糖了。简单讲，这一罐目前把它开的时候，哦，适口性我是感觉还不错，哦，这边鱼仔咧炒，哦，咧吃的时阵在追逐那个感觉还不错啦，啊，但是我感觉。一吃落，唔知是倒伤济，啥一吃落吐出来的感觉，我看鱼仔吃落佫有吐出来啊。我看适口性，敢若那即罐那较赞的，还是心理作用，还是拢同款。咱再来试养看嘛，好，我们再来追踪。哦，因为我刚刚已经养了第一泡了啦。简单讲，它的味道是很香，啊，鱼应该是喜欢的，哦。大概这样分享给大家啦，谢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，拜拜。